从您上台我就想问这个问题，如何 hold 住一条格纹紧身裤以您这样的高领？我解释一下，因为您一上台我觉得特别亮眼，这种裤子特别难穿，不仅要求你瘦，你腿型好，更重要的是那个臀大肌要很发达。有吗？对。所以我特别想知道，因为来开讲了，我的确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。格纹裤你还得看，它搭配的是三色拼接小尖头，搭配的很好。其实有很多细节，对，它的领带和它的鞋尖都有搭配到。紧腰短款小皮衣，就是显得腿特别长。而且还有一点，特别时尚。特别时尚，小身材一下出来了。对，腿特别长。这个东西真的，他一说我才知道，其实真是要花心思，就是对这个舞台的负，对这个舞台的这种负责任的态度。我是一个处女座，我做事精细之极，我每一个细节都要想到，为的是尊重这个舞台，为的是让大家对我永远不要失望。只要来到这个舞台上，我都愿意把我最好的那一面，从外在到内心都能够尽我所能完美的呈现给大家。你不热爱自己的形象，谁会热爱呢？